蛋仔的进化史还自动地图，让我看看。经历图，开局一颗蛋，人生全靠看。还没过多久，我们就被送到了冲水的环节，从一颗黑蛋直接变成了锃光瓦亮白蛋。本以为是自动地图，结果还没跑多久，不是哥们儿，说好的自动图还得让我自己动两下。哇，随着加速带的不断向前，设计师们为了围绕着鸡蛋和蛋壳两个关键元素，便提出了先把蛋壳敲碎的理论。因此，我们变成了蛋仔第一副的模样，还真的有点丑啊。为了更贴近蛋仔，目前的差距的确还是很大，所以设计师们便打算再改造一下。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和机器的加工，我们从椭圆形变成了圆形的蛋仔。但是又因为比例的感觉不是很好的原因，蛋仔应该是圆圆的，所以我们再次进入了改造加工。再次出来时，我们这回又缩小了一圈，虽然可爱了些，不过这般的手脚简直是太短了，根本没有辨识度，所以还得重新再来。经过最后的加工之后，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这版蛋仔，不仅有了独特的小啾啾，而且和我们的蛋仔根本没有任何区别。最后的最后，我们还需要经过防火测试。防水测试。以及防摔测试。最后也是安然无恙的通过考核，也就有了现在的蛋仔啊。 Nice.